认证到了，施工完列车转到133页。左侧开门。那个是月15号，中央站就是那里。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空隙。那零五七分前排的时候是120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坐海线号7路观光巴士吧。63是2米，它叫023。原豆藤是多少钱？现在比较好。今天58分15，请问哪天啊？